点一首歌。今仔日的点一首歌，台北的单小姐想要点一首《快乐鸟日子》，送给她的好妈子生日快乐。这首歌呢是哦康靖龙康康的嗯《快乐鸟日子》，是。那听了这首歌，咱就知影讲哦，今天有人生日啦，要来个祝福一下哦。好，今仔日哦陈小姐朋友生日，所以讲啊每一个人啊今仔日生日，明仔再生日，每一天生日。都会当听我唱这首《快乐鸟日子》，也祝所有的朋友啊生日快乐，每一个人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来，大家来跟我斗阵来唱这首《快乐鸟日子》，爱幸福哦。Yeah.